坐在马车上，掀开帘子看着外面，脏兮兮的妆容也掩盖不住精致的脸，看着马车外露出明媚的笑容，下一秒就要欢唱起来，饱含期待的眼神问导演收工了，要下班了，按耐不住的开心，想起来可以用对讲机沟通，从马车里拿出对讲机跟剧组的工作人员们说笑，下马车后伸出双手做出惊讶状，兴奋到犯规，调皮的拉过收音靠近搭档还贴过去，两位美女贴贴也太养眼了，收工前摸摸马儿，跟马儿聊天，还要拿出手机给马儿拍照，依依不舍跟马儿告别，不时回头张望，接过助理递来的湿巾擦手，欢脱的离开片场，期待电视剧早日播出。关注艾特上班族探班，带你看更多最新的片场花絮。